此刻的新闻，大家，我是 Lemon， 各位看看老爷万福金啊！昨天瑞士轮第二轮比赛打完了，后四场比赛分别由 T1 DK Fnatic 以及 PSG 获胜。前四场比赛在上一个视频，另外下一轮的抽签也抽完了，具体流程大家也可以前往主页观看。那下面咱们就来看看后四场选手们的高能操作吧。修梅和塞拉斯左右开弓 FlyQuest 的双 C 大意丢大龙，在 DK 那辆 FlyQuest 的比赛中，21分钟这刚打赢团战的 FlyQuest 的 AD 妈速掩上回城，结果被 Lucy 的惩戒留住。修梅和塞拉斯冲过来先偷寒冰大，然后配合 Lucy 的将寒冰打残逼到死路后，修梅克是大招射中单，然后自己杀 AD。 妈速虽然走位躲锁链，但还是难逃一死， AD 倒地中单也没，然后这条大龙便属于 DK。 这波 FlyQuest 的双 C 真的太给机会了，打开思路了，掩上回，被惩戒了，断回城，帮推一下，但死应该是稳死了，看可以走多久吧，还有剑哦，弹剑中了，接 Q 技能，修梅克指东打西。乌迪瑞尔大招三人配合兰博打出完美 combo， 在 PSG 对着 Madeline 的比赛中，31分钟 PSG 野区抓到 Madeline 四人，乌迪瑞尔非常果断，直接闪现 WR 控住三人，阿智兰博大招跟上 Betty 卡莎飞进后排 ，Maple 永恩再大招斩进来，这团战就爆炸了 ，Madeline 三人被瞬间融化，左投进来的位也被集火干掉，这波团战 PSG 大招配合的也太精彩了。有杀一感知，兄弟，这波要硬流要出事的，小心被打，哇，第三个无敌接他波大招，完美团飞进来 ，Frisco 也被秒了吗？反正被大招了，封尘绝念斩，斩掉了 Frisco， 最后姗姗来迟的 Luya 看着兄弟们一起倒下。修梅和塞拉斯超秀一打二，极限反杀操作飞起。在 DK 对战 FlyQuest 的比赛中，15分钟打野阿木木来上抓许秀，修梅克先偷个木木大招，然后就被诺手拉中。木木大招接 Q 给足控制，但修梅克丝血放大，回头一套技能换在木木身上，闪现躲掉绷带后，就这样完成了天秀反杀。这波修梅克操作太牛逼了。感觉得动手了，得动手了。修梅克没人能来救的，偷了个木木大，其实没那么好运哦。看控制接的满不满了，感觉随便越了，接满了以后自己被大了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被他修了呀，修梅克。奥斯卡纳如来神掌派四人，一莫小火龙有闪暴毙，葬送好局。在 Fnatic 的战 GM 的比赛中，22分钟双方河道撞了照面，这时 GM 中单小火龙是有闪现的，但是一莫并没有用闪现躲皇子 EQ， 结果被击飞，被永恩大就这样白给了。然后皇子大招盖住两人，奥斯卡纳再闪现一掌直接拍回四个 W 晕住里外，皇子 EQ 再击飞里外就交代了，冲阵的瑞尔也被五人处理掉。这波团打完， GM 就丧失了比赛的主动性，最终输掉比赛，痛失好局呀。就不要吃太多伤害吧，等想去应急一下，武器一个技能，先找前排，先耗一套，出事了，来了，没能放出太多东西来，主要是小火龙没叫出闪来，乌云一推，第四个 W 再拍到里外，里外要倒了，再 A 一下，这边新军的伤害已经不够了 ，Oscar Rini。费克永恩大招三人 T1 完美团战，赏心悦目。在 T1 对战 PNG 的比赛中，16分钟 T1 推完上路塔后被 PNG 咒人包围住， Nico 阿闪留宙斯，但宙斯闪现躲开，后面猪妹大 Nico E， 宙斯被控只能开大反击，凯瑞亚列娜塔阿闪跟上，费克永恩再把三人大到兰博大招上，这 PNG 三人就被瞬间烤熟了。这波团 T1 combo 打得太漂亮了，吃俩虫是。这波想开一下，但是第一时间兰博利用闪现规避掉了，回头宰个大招，而且这一波 Kira 这个一收过去，双方来不住，再飞个封神绝念斩，这一波拿下一波双杀。李哥的这封神绝念斩杀死比赛了呀，而且 Kira 大的也很完美。节目的最后呢，各位看看老爷都懂的，别忘了给 Demo 点个赞，关个注吧，我们相约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